如果眼前这不是一根胡萝卜，而是一根手指的话，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 Cybertruck 在北美交付以后，许多北美的 Cybertruck 车主开始疯狂的整活，他们为了测试 Cybertruck 的电动前备箱会不会夹疼手指，拿来了胡萝卜和香蕉做测试。测下来以后发现，胡萝卜和香蕉的下场都比较悲惨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换成手指的话，那应该不只是夹疼这么简单。但是还有一位更夸张的北美车主，他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来试一下。首先他一上来用两个胳膊的小臂来尝试，因为毕竟小臂比较粗壮，而且 Cybertruck 前备箱这个位置不那么锋利，还有密封条，所以轻松地触发了防夹功能，所以毫发无伤。但接下来他决定加大难度，他挑选了前备箱这个比较锋利的位置，当然他心里也是非常慌的，所以戴上了防护手套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右手能不能逃过这一劫。可能是防护手套比较厚比较结实，触发了防夹功能以后呢，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他脱下了防护手套，决定再试一次。但显然这次他高估了自己的手，也可能是低估了 Cybertruck 的前备箱。为了避免对部分小伙伴造成不适，画面我们就不展示了。这次 Cybertruck 压根就没有触发防夹功能，硬生生的关了上去。虽然说手指保住了，但是能看得出来还是非常痛的。在第二天他也展示了一下他的手指，被夹的印记依然没有消除。不过事后他还是非常庆幸，多亏他没有用 Cybertruck 前备箱上最锋利的这个位置去做测试，不然他的手指肯定是保不住。当然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去模仿。关注我，更多关于 Cybertruck 有趣的评测，在以后的视频里分享给你。